现在可以称呼你们茶饮大亨吗？哎，还没有到大亨，还没是不是？对，还哎，还是 businessman。哦，对。全台湾几家了？哎，目前应该二十几家。对。那你今年缴的税有过千万？哎，我都很正常在缴税，对，这个绝对是没问题。那有没有破，是要问会计，对，这不是我的管辖。500万有吗？不好说，应该是有。这应该等于曾国成等级哎。哎，没有，就是小小的经营这样。哎，这也是我在台北市的第一间店。那，因为我对台北的生态比较没有很熟悉，所以也不知道。欸，我的冷饮品牌在台北市能不能说得到台北人的认可或那个？那这是第一间旗舰店，所以就是重点还是希望台北人可以多多的支持。现在可以称呼你为茶饮大亨吗？欸，还没有到大亨，还没是不是？对，还哎，还是 businessman。对，全台湾几家了？欸，目前应该二十几家。对，我的速度比较慢，就是我没有要接受，就是像。蝗虫式这样啊，扩展得很快。我希望是一间一间店，那我慢慢的辅导每一间，不论是我自己的直营店、半直营，亦或是加盟店，我希望辅导每一间店，它在各个县市，它都能够有一个不错的成绩。那我再去拓下一家，我不想要说，你要加盟我就一直硬收狂收，那我没有办法去控管每间店它的品质稳定，还有它对客人的客服状况。对。你今年缴的税有过千万？哎，我都很正常在缴税，对，这个绝对是没问题。那有没有破，是要问会计，对，这不是我的管辖。500万有吗？不好说，应该是有。这应该也赚蛮多的，等于曾国成等级哎。哎，没有，就是小小的经营这样，对，糊口饭吃。那叔叔前一阵子好像跟陈怡就是在网络上比较有一点炮火这样子。哎，其实也没什么炮火，就是。谢谢指教这样子，我就是深切的反省这样，我是不对的。那接下来的日子，好好的做人这样。他一直问你阿嬷找到了没？找到了。对啊。其实这个东西也不好说，因为阿嬷也过世了，所以这件事情我一直不愿意再去重新谈这件事，是因为我不想再造成受害家属的二次伤害。对，那毕竟那已经是十多年前的事情，那我认为说。或许我不一定做得很好，但是我该负的法律责任应该也负完了。那社会责任可能还没有负完，但是我会在未来的日子里面，那尽可能的多做一些让大家可以接受的事情。那叔叔想问一下，最近演艺圈跟 Me Too 很就是震惊演艺圈这样，那你会不会担心自己被 Me Too？应该是还好，我被 Me Too 吗？对，或者是你自己让人家来指控你 Me Too？应该也不会啦，我就觉得就大家好来好去嘛，就没有特别什么事情啊，我应该是还好，我都花没有啦，反正我就还你跟陈哥一样都用拍啊，是吧？用的一样，没有就是这样就是好，谢谢，好好的，对，谢谢各位。